但是你去上香的话，那除非那个那个灵魂托个梦什么的，这个枇杷树没有了，这个一大片地，你怎么？他就是那个记号没有了，没有记号了，没有那个记号，饥饿的要上山，没有记号现在。他要是去上山的时候，就是个山坡地，那个山坡地哈，那棵树没有了。嗯，你怎么找？就是那个，你去上山去和他这个人那家里啊。他就告诉你了哈，他就托梦给你了，托梦啊，他会托梦给你，嗯，因为要这样搞，哦，因为你就是你挖出来，你也不能独吞的，是要两边分的了，你是要这样的了，你要是你知道，他就是怕你这样的，是，他才不托梦啊。他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因为你现在像我现在，我前一辈就是那个家，现在这一辈又是这个家了。他两个家就不同了。你变了身了，你把他挖完去，我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你就是那么意思的。他那个老先生的意思就是啊，他九个孩子，他想的想法是，我九个孩子，我把钱全翻完了，我还不知道投胎投到哪里去。我下辈子可能一分也花不到，他想独吞呀、啊嗯。我下一辈子我谁也不分，谁也不说，哎，谁也不给。我下辈子还是我自己，还是我自己的。结果就没花到，结果搞不到，一个人拿不到，一个人拿不到。就是他就是两身坏了一点，良心坏了，就是坏两身，就是他老家的那个守坟的那个灵魂呐、啊。就是这样。嗯，我这个家的。你要来活我你只能分一半。两个家你上个。那你因为去你上上香可以各分一半吗？没去。可以分一半了，你像上个香。你没去找一下吗？我后来我去找那个地方搞不到了，我就不搞了。就是把那个就是外挖破坏的太厉害了。那个。实在不好敬畏了是吧，不好敬畏。不好。时间太长了。搞个房子上去了也搞不到了。房子压人更难找了。啊，那这个就是前面说你能认字啊，大概能认多少字？你小时候就是不上学也能认字，没人教也能认，那个时候能认多少？你感觉？那时候什么兜着也没有，几百个，几十个还是几百个？你感觉？就算是几百个吧，几百个了，反正基本上、能有几百个，一般的文章都能读是吧？嗯，一般的文章都能读。嗯，那你这个情况应该是。比一般小孩要聪明很多、啊，你看一般的小孩两三岁，除非教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、啊。你这个可好了，就是我你小时候你还能来几百个字呢？五十岁都还会说，就是这个。你小时候是特别聪明，是啊，特别聪明啊。像我采访那个他怎么都不说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您父亲识字吗？我现在的父亲啊。现在父亲他没认得字，不认字啊？不会也他还是躲到右手了。小时候不认字。我老爸啊，当时是不认字的哈。也认了一点。一点点，不如你多很。没得我那很。一点点是多少？不知道读到什么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他，反正是。反正认很少一点字。嗯。还不如你多小时候。嗯。哦。李姐，就是您父亲叫什么名字呢？看一下，讲的非常好。前一辈那个？不是这一辈的叫杨什么？您父亲？杨真如。杨真。真。哪个真啊？简真的真。啊，杨进什么？有。有。嗯。哪个有啊？就是下面。杨建有哦，对对，有是一个词语，造一个词语是哪个有啊？随便你写上嘛，就过得得哦。杨建有哈，有没有的有，啊，杨建有也行。那上辈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啊？现在这辈、现在这辈的母亲哦，叫杨贝娘，啊，也姓杨，嗯，杨贝什么？贝娘，娘是吧？嗯，啊，杨贝娘。上辈子父亲您还能记住吗？上辈那我记不清了，记不清，父母都记不清了啊。嗯。哦。这个蛮厉害的，你这他的这个灵魂，那这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一般好多人都说看到透明，就你看到的自己，
你看到的世界就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吗？比如说这个人啦、啊、东西了、景物了，都差不多，跟活人差不多，基本上看一样的，差不多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看自己，那你能区分出来谁是鬼，谁是人吗？大街上，我还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死啊，你还不知道自己死了啊，还不知道自己死了，感觉好像自己没死。嗯。哦，那怎么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死了？反正几十道去投胎，到这边来生出来才知道。哦，但是知道要找地方投胎，没感觉自己死了。嗯。哦。到这边投胎，自己还晓得自己轻松啊、舒服的，你看见。哦，投胎以后舒服了啊。嗯。那投胎有印象吗？投胎往里钻的时候有印象吗？反正一片黑黑的了，那时候。一下子钻进去了，感觉。嗯。一下子扑到妈妈的怀抱里去了。是啊。还是扑在小孩身上，还是扑在还没生，扑在大人身上？扑在妈妈的心怀里了。投到还没生出的啊。从一直从黑暗到见阳光，就是好像自己啊，进去是黑黑的啊，进去有没有感觉温暖什么的啊？反正你感觉温暖吗？一回来了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把山上毁了一样。哦，就是里面黑黑的，有没有感觉温暖？有有有有有有温暖啊、哦！嗯，很温暖就回来的，还温暖啊、哦！嗯，然后出来以后，一睁开眼有什么感觉？好像自己又这么光亮的，好像又回来了，就是那么意思的。很光亮。嗯。感觉又就像出了一趟差一样。嗯。出了一趟门又回家了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很光亮。嗯，就是那么意思。哦、啊，就是就像出门又回家一样啊。嗯。哦、啊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体变小了？那时候也不讲那个。你本来是个大人嘛，你一看，哎。怎么成了个小孩了？有没有感觉？小孩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是小孩，反正是只知道自己是又活过来了，是又活过来了，感觉又再生了，又活了。嗯、反正是妈妈怎么说，我自己好像自己小腿。啊？怎么？妈妈说什么？随便他说什么、啊。哦、好像自己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讲不到话，那时候刚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妈妈说话你都能听见？都能很清楚的，就是听见了、啊。一直到自己会说话，听见也能听明白，是吧？是啊，就是自己还讲不到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的那时候能听见听明白，小时候啊，一出生啊，啊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不出话啊，嗯，因为太小了啊，嗯，说不出话，那有没有印象？就是你刚出生的时候，家里的人说了什么话？家里人说的啊，刚出生的时候。家里面这里这边的啊，那跟你说啊，他说，哎呀，宝宝又回来了啊，他就是说宝宝回来了，就是那么说的，宝宝回来了，嗯，啊，说你这个宝宝回来了，嗯，说宝宝出生了吧，出生了，就是那么意思的，我们哦，宝宝出生，你都能听见，那没听到，没听见，你这个神奇、啊，我就反正就人都不一回来了。那眼睛就往这个光亮的瞧，一看眼睛呢，反正要照这个光的，照光哈，嗯，一睁开眼就照光哈，嗯，眼睛一睁开了，一看，哎呀，又活了哈，嗯，但是就是不会说话了，嗯，就是不会说，太小了嘛，反正我自己我哄哄的笑得什么什么，自己妈妈就是要教他我们要乖一点啊，乖一点，要乖一点，乖一点都听见了啊，都知道了，哦，反正我们都。很在小的我很身体很好的，我觉得人就从小身体最好的，身体非常好啊。嗯，身体好啊。一直到那牙是换掉了。嗯。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忘记了老了，前一辈的都忘掉了。换掉的时候就忘了啊。哦，如果你不说，就全部忘记了。你经常讲的才记住了啊。哦，要是在以前的在。几岁以前的你什么说就来就什么都晓得。七岁以前就像上一辈的那个人一样一样。一样的。上一辈的能记住什么，这辈的就能记住什么。哦，反正讲话都是上一辈的话。上一辈的话。你的动作啊，什么你上什么东西都是。连动作、啊、是不是啊？嗯。性格呢？性格是也是上一辈的那个性格。就像上一辈的那个人一样。对。完全一样。完全一样。他以为自己还没有死一样的。
还是爱好什么的原因啊？你现在把那个雅全部换掉了，你就变到这边去了。哦，换了牙就变了啊。哦，换牙就变了。大约几岁换的牙？几岁？嗯，几岁？八岁、九岁那样，那时候就换完了。七到九岁就慢慢的就不记得那么多了哈，嗯，就变成这辈子的人了哈。就是，嗯，你意思就是换一代的人了。嗯，现在已经换牙了嘛。真是换代的人了。哦，那你有兄弟姐妹吗？那边你这边有一个姐姐。这边呢？这边有两个妹妹。两个妹妹啊。有一个哥。一个哥啊。嗯。那你感觉你在这边就是跟他们有明显区别吗？这个结前呢也没有什么性格了，各方面了，性格也没有什么差别，哦，一样的，反正既然来投胎是一个鸡兄，哦，时间长了就人和了，反正要和为好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就人和了嗯嗯，好的。刚才我们那里就是他的妹妹嘛。啊，刚才就你妹妹啊。妹妹。好。哎，那这个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姐姐，当时哈，就是认亲就一直很晚才认亲哈，四十多岁了，因为听说你这个有财宝，所以来认亲。哦，那个不是姐姐，现在来认我那个儿媳嘛哈，啊，是儿媳哈，啊，哦，姐姐哈，行。然后小时候有没有照片啊？你小照片了？哦哦，照片没有，那时候没有照片。小时候没有拍照片？没有，那时候，哪有照片呢？哦，没有。嗯，没像这个年代。哎，是讲的还好，讲的非常好。讲的非常好。要是像这个年代是有了，那时候你本来是没有条件，是不是？条件很差。是。那时候是。就是结生人就是在家里结的，是不是，那个年代，行，像现在这个年代就不懂。还有哪些故事啊？小时候的故事没得了，我基本上都行，也没关系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跟你说商量一个事情啊，你这个特别精彩嘛，小时候的照片没有是吧？啊，小时候的照片，以前的照片没有？没有，跟上一世亲属的照片也没有啊？也没有。然后我们在门口啊，门口呢给您单独照一个，然后再给您给太太照一个，这样好吧。哎呀，真是精彩，因为你前世是个老板啊。那现在简单的说是老板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呢才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这个知道这么多事啊，认字方方面面。小学学习成绩还好吗？上小学非常聪明。现在到起那个红鱼汤进去就不行了。哦，变了，泡坏了把脑子哈。把那个心全部泡坏了，忘记。